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美丽帅气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超自信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世上有爱心。还有小薇悄悄带给大家加油喊鼓励，每天充满活力，每天充满创意，让来来轻松拥有新造型。每天都要努力，每天都要开心，开心心的心永远在这里。帅气，天才面包理发师，让你超自信。天才面包理发师，世上有爱心。还有小薇悄悄带给大家加油喊鼓励，每天充满活力，每天充满创意，让来来轻松拥有新造型。每天都要努力，每天都要开心，开心新的心永远在这里。运动让你保持年轻，运动让你保持活力，看我们就知道。哎，草莓姐姐，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运动啊？我们今天约大家来打球赛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哎，好哎。那么，悠悠家族帅气的哥哥们集合喽！没问题，马上到。Hello， 我们来了，看我们来大显身手。说到运动，怎么可以少得了我们呢？哎，但是柳丁哥哥，你身上背这么一大包是什么？你们不是说要打球吗？所以我把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带来啦。对啊对啊，我现在全身热血沸腾，想要赶快运动啦。那我们赶快来暖暖身，等一下就马上来赛跑了，耶！一点点就赢了，太可惜了。对啊，香蕉哥哥，你也跑太快了吧！恭喜香蕉哥哥获得第一名，而且可以得到奖杯一座，对啦！请说得奖感言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首先，我要感谢香蕉妈妈把我生成长180公分这么高，另外她还生给我一双很适合赛跑的大长腿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。平常都有多加练习，所以我今天才有这种表现啦。真的，香蕉哥哥跑步真的是你的强项哎。谢谢草莓姐姐称赞了，救命！哇，香蕉哥的运动细胞真的很好哎，好像所有的运动都难不倒他。哎，可是其他的运动我也很擅长啊，如果是比其他的运动啊，说不定我就不会输喽。其实不止跑步哦，每一种运动我都很喜欢，而且我都会练习耶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再来比赛。好啊好啊，我也准备好大显身手咯。那要比什么啊？当然是比我们擅长的啊。没问题，就比我们最厉害的棒球。 OK， 那草莓姐姐，我们去把棒球用具拿过来吧。好耶，我们马上回来哦。嘿嘿，香蕉哥哥，棒球可是我们天天都在玩的运动哦，这次你要赢啊可没这么容易哦。哎呦，输赢哪有那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好玩就好啦。对啊对啊。哎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我们就赶快来运动吧。可是我们只有看到球棒，没有看到球。哈，
怎么会没有球呢？啊，球，球怎么了？球没，球没了，哈，没有球那怎么玩啊？大家赶快帮忙找一找。这里吗？哪里呀？他跟我玩起躲猫猫，戴上球帽，拿好手套，约好朋友打球了。哎，小棒球怎么不见了？快点到处找一找，左边找找，右边找找，前面找找，后面找找，看看左边翻翻墙角，哎，找不到。客厅找找，房间找找，厨房找找，厕所找找，拉开抽屉翻翻床找，也找不到啊！球球球球，它怎么不见了？难道球球它也有长脚？真好笑！球球球球，它肚子吃饱饱，滚来滚去，滚到哪里去偷睡觉？奇怪，哎，你们那边有找到吗？没有。那那边有吗？这边也没有。哎，那柳丁哥哥跑去哪里啦？对耶，柳丁哥哥去哪里了？我来了。柳丁哥哥回来了。对呀，他手上还拿着一颗棒球。哎，柳丁哥哥真棒，你的球在哪找到的？哎呦，其实球在我家里啦。说啊，我们刚刚找了很久。哎，对呀，害我们东边找找西边找找都找不到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不要怪柳丁哥哥，让他自己说嘛。好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啦，其实啊，昨天练习完之后我就忘了把它放回原位，就不小心带回家了，今天又忘了把它带来，所以对不起。你们不生我的气喽？哎呦，柳丁哥哥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小心犯错的时候啊。而且你如果是无心犯的错，只要及时承认错误，并且找到解决的方法，就是最好的道歉呢。对对对，现在有球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比赛喽。太好了，现在我们不只有球可以玩，还要一起打出一个漂亮的全垒打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你们。错的事自己解决哦，你赶快去跟人家道歉，把球拿回来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你，快去快去，你要等我。加油加油全垒打，加油加油全垒打。你要等我。哎，人呢？哎，人呢？啊，好了，我自己去了。是泰迪熊，大家的好朋友。为了守护孩子的梦，绝不落后。我们是泰迪熊，勇敢地向前走，不怕困难，团队合作，一直战斗。泰迪熊大冒险，每一天陪在你身边。泰迪熊大冒险，让宝贝的梦都实现。
想大冒险，让宝贝的梦都实现。我们是泰迪熊，大家的好朋友，为了守护孩子的梦绝不落后。我们是泰迪熊，勇敢地向前走，不怕困难，团队合作一直战斗。泰迪熊大冒险，每一天陪在你身边。泰迪熊大冒险，让宝贝的梦都实现。泰迪熊大冒险，泰迪熊大冒险，让宝贝的梦都实现。泰迪熊大冒险。